张很 OK 的，有利于这里面的稀有性的生物。不过溶氧量比较低，对于稀有里面的生物这边普通昆虫里面的，它浊度有没有记录？但是刚刚大家量看浊度应该都是零，没问题。如果是我们是上个礼拜下大雨后来测浊度的话，应该就会是比较高一点，更高一点，应该是二级。所以我们如果从水质检测包的这个监测来看。